为我们也是从南方过来第一次过来嘛，觉得太热情了。哎，另外还没想到的是呢，我的腿骨折了，受伤了。嗯，我来到酒店以后，就马上有派专人安排了我们的那个轮椅，直接推我上来，直接到房间到床边，弄了一个很贴心的一个座椅，让我可以舒舒服服的洗了个热水澡。